梦，我们正装在出发，穿越那个漫天的世界。战胜自己永不言败，是将敌人都淘汰，奔跑在地平线击退了无奈。我听见了却死在坠机怎么办啊？没办法，老师从以前开始就这么没大脑。哎呀！你们这两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，早知道就把你们扔到邪灵组织算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今晚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邪灵组织应该不会这么快追到这里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多做些菜犒劳一下大家吧。不用这么辛苦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就随便找点吃的就行了。妈妈，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不可以让你们饿肚子的，就让妈妈去找点食物回来吧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金魔城根本没有黄金圣杯，这件事邪灵组织早晚会知道。看来这次我们得赶快行动，找出中枢计算机保护起来。这么说，难道博士你们也不知道中枢计算机在哪里吗？中枢计算机的位置是金魔城的最高机密，我们这些科学家只是负责研制，怎么知道它被安装在什么地方？老伯，难道连你也不知道吗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不过我知道以前研制中枢计算机的研究所在哪里，那里应该会记载着相关的数据。可是那个研究所已经荒废很久了，不知道那些数据还有没有保存着。说这么多也没用，我们明天出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什么？金伯城已经没有黄金圣杯了？追踪到那群小鬼了吗？
希特统帅，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他们的行踪。那黄金圣杯的下落查到了吗？你从那几个小鬼的口中得知了黄金圣杯的下落。好，立刻报告位置。那群小鬼正朝着圣杯的方向出发，只要跟着他们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到。我已经派人跟踪着那群小鬼了，看来信号追踪到了。罗莎，做得好，命令空中堡垒立刻出发。这次我要亲自出马，将黄金圣杯得到手。是，希特统帅。说起来，从刚刚开始就没有见到他了。他跟向荣最要好了，这次的事一定受到了很大打击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雨这么激动。这都怪向荣，如果再见到那家伙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们别说了，还是快去看看小雨怎么样吧。言语这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言语，言语，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，因为我们也跟你一样，心里很不好受。你们都知道了。这些香蕉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本来想留点给你们，哪知道越吃越多，只剩下这么一根了。你这个家伙，亏我们还这么担心你，原来你只是躲起来吃香蕉啊。那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你要吃我妈妈做的饭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们还以为你还在为了向荣的事情烦恼呢。向荣，再怎么说他也是邪灵统帅的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还是不相信向荣接近我们是有目的的，这么久以来他都没做过一件伤害到我们的事情，没有听他亲口说出真相，我是都不会相信的，所以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了。尽快逃出去，通知言语他们追踪器的事。你们将他带走。老伯，那就是研究中枢计算机用的研究所，好大呀。当然，我可是金伯城首席科学家呀，没有这么气派的研究所，哪配让我在里面进行研究工作。老师你就别吹了，我们赶快进去看看数据还在不在。啊，末日战神向荣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逃出来了。烟云，小心！
小荣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停下来！言语，你醒醒吧，他根本就是邪灵组织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接近我们。大家赶快把机甲召唤出来！机甲兽神进化！希特统帅根据信号显示，很快就到达黄金圣杯所在的位置。罗莎也已经出发，只要那群小鬼一拿到圣杯，他便会开始行动。很好，黄金圣杯最终还是要落到我手中。希特统帅，不好了，末日战神不见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向荣将军也失踪了。可恶，向荣。希特统帅收到了不明信号，传进来。末日战神，难道是向荣？希特大人，那群小鬼已经知道了向荣是您儿子，一旦向荣回去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可恶，雷神立刻出发。遵命。
怎么会这样？难道邪灵组织已经……不知道中枢计算机的数据还在不在呢？怎么了？你看这是什么？炸弹！爆裂龙卷！收拾你们！小柔，马上给我离开这里！言语。是你们，言语千万不能有事。尝尝我的雷暴雷击！小柔，给我停下来！可恶！西特，你的时代已经完结了，去死吧！可恶！笑容。想好